女人是可以说不行的，就是咱们靠唱的那种。不，说不行要分场合，哎，分情况。我觉得你那首歌可好听，而且就是很有范儿，就是那个哪个语言的那个啊，那个 Fatuma， 那是干啥的那个？新疆歌啊，对对对。Fatuma Fatuma， 你不是个好东西。对对对，是那样。阿哥让你笑话成那么出息，我感觉这儿还是有一点点的污垢。咱俩唱的啥啊？你想起来了？咱俩唱的，咱俩唱好几首呢，还唱了一首 Superstar。哎，那个就算了。有没有有质感有品质的？我咋突然间一下？不是，你突然间一下我就脑子反应不过来。那天咱俩还唱了好几首呢。别找我麻烦是吧？哦，有唱，但那个不够激情，就是我觉得合唱就要合唱火吗？啊，演唱火了啊，都是那种嗨一点的音乐。对，还有什么黄龄的那首痒，我们那首歌我都忘了。来呀，快活！凡尘有，刚好配这个油来了。可以可以。呜。来呀，你就应该是这个样子的吗？你说那个撒盐。可以互通一下，互通一下。哎，擦鞋更是个体力活。我们亲手擦的雪糟，仅此一双。赶紧动起你们的小手拍起来。拍到多少金额啊？就是。